妈，你真会跟秦叔叔结婚吗？妮妮，那咱们以后清明节还会去看爸爸吗？会的，以后每年清明节妈妈还会带你去看爸爸的。可爸爸的样子我都有点记不清了。好了，背起书包咱们上学去了。妈妈再见。再见啊，听话，下班以后妈妈来接你啊。同学们已经对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之间的区别有了相当的概念。北宋苏东坡的千古名句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周郎赤壁”，请注意，他说的是周郎赤壁，可不是诸葛赤壁呀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什么？草船借箭啊，借东风啊，包括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这些感慨啊，都产生于更加晚近的时代。本来嘛，孙刘两家联合抗曹，刘备的兵力只有几千，他和诸葛亮基本上是光杆司令，怎么会成了赤壁大战的英雄了呢？这还不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吗？如果苏轼是明代的人，他写词的时候一定要说人道是三国诸葛赤壁了吧。韩老师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讲？我真弄不懂了，这历史系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要求调走呢？院长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对了，这件事情秦老师知道吗？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跟他说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们没有商量过，你们夫妻俩可都是历史系的老教员了，院领导希望你们能够为历史系的建设多做贡献呐。院长，我一定要转系，我保证转系以后我一定还能为学校做出贡献的。小叶啊，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带你到这儿来吗？报名上这里的驾校是吧？还有呢？还有啊，让我好好学习。爸爸是要给你定下一个努力的方向啊，一定要考上这所重点中学，将来从这儿走向国内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记住你答应爸爸的话啊。记住了。好小子，就看你的了。爸，你是不是要和妈妈分开呀？小叶，爸爸和妈妈之间无论发生了什么，爸爸和妈妈对你的关心和疼爱都是不会改变的，你不要受影响好不好？哦。爸爸马上就要搬到这儿来住了，离你将来上学的学校不远，爸爸会经常来看你，接你到家里去住了。那我妈一个人怎么办呀？小叶，起床喽。小宝贝儿，起床喽。睡了。哎呦，好孙子，待会儿你爸妈接你了。他们今天有事儿，来不了了。哟，多大的事儿啊，还耽误接我孙子。什么事儿？他们今天去离婚。嗯，离婚？做梦做糊涂了吧？哎，快起快起快起！奶奶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他们前两天吵架吵得可凶了，我妈还不让我告诉您呢。
小芳，小芳，啊，出来，出来！这刚几点呀？干嘛呀？大早上起，我这没睡醒呢。我问你，你哥跟你嫂要离婚？谁要离婚？你哥跟你嫂子是不是要离婚呐？不可能！我昨天晚上给人送包的时候还好好的呢。那怪了，那小易怎么说？不是，那小易不会说瞎话呀。前几天打电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。不成，我不放心，我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。小芳，你赶紧带我过去。妈妈妈妈，您先别着急啊，小易他可能弄错了。您跟着起什么哄？您去干什么去？我去，我去问问他们去。您放心，就算他们真的要离婚，我去了，这婚也离不了。你赶紧去啊！请您收好。哎，嫂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真到这儿来了？妈还让我问你，那小芳，那这样，这段时间我不见得有时间回家，家里的事儿你多操点心。你跟妈说一声，过两天我当面向她解释。放心放心，好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许睁眼。可以了吧？一、二、三。天津。嗯。这都是你一个人搞的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天津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等会儿我就把电脑摁你了。哎，七月，都那么旧了，就别要了。我的书稿可全是考他打出来的。我知道。那什么呀？天津，你真是太用心了。混账！他这活活想气死我呀！这是。妈，你别说了，叨了多少遍了。不行，我得把你哥找回来，我要当面审审他。我。哎呦，妈妈，您消停点吧。你找他干什么去？他也没犯法，你审他什么呀？审他什么？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他说休就休了，我这当妈的还没同意呢。我找他去。妈妈妈，那人家两口子的事儿您掺和不着。你还帮那黑良心的说话？我揍你小兔！我妈妈妈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哥他说了，过两天有时间他就过来，等他过来，你找他算账呗。我不同意，告诉你哥，我死都不同意。有我在一天，咱老秦家不能对不起人家如素。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没有。怎么没有啊？都不爱理我了。真的没有。怎么不走了？快走快走，外面太冷了。冷怕什么呀？冻死才好呢。你说什么话呀？谁又找你了？
我还想问你呢，谁又招你了？没人招我呀。那你干嘛板着个脸啊？刚刚结婚就对我这样。没板着脸，这不是冻的吗？快走快走。秦月，如果是我爸妈刚才说错话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向你保证，我爸妈人特别好，而且只要是我看准了认定了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，你相信我。天锦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爸妈挺好的。那是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怕我拖累你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车来了，快走吧！啊，讨厌，老不说实话。真的没什么。哎，你在大街上立着没事吧？快走吧！啊，走。武素，何苦呢？你就不能坦然一点吗？我做不到，我面对不了。景阳，你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我要是你，我就去。越是这种时候，就越不能逃避。逃避就是认输，是放弃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所有的人都站在你这边，要逃避也是他们逃避。告诉你，因为这件事儿，秦月他没少挨骂，叶天锦更是逃不了的。那我就更不去了。哎呦，如素，我都要疯了！你是菩萨吗？你是不是还在为秦月着想啊？我不是，我只是不想去而已。韩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能把你的眼泪收回去？你现在为他流多少眼泪，他都看不到。你得认清现实。现在就算为他哭得伤心欲绝，你也比不了叶天锦给他一个笑。咱们自己人我们照顾了，好好照顾别人，我帮你忙，我帮你忙。哎呦，李老师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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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夫人孩子都漂亮，哎呀，过年好！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！哎呀，你是大忙人呐！我也就过年酒会上成成威嘛！来来，这边坐。哎呦，陈院长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张主任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家里边大伙儿新年好！院长，一会儿我可要代表我们历史系好好敬您两杯啊！好啊，为了答谢老师们一年来的辛苦，我一定奉陪。好，对了，院长，听说这次又要人事变动了。小魏啊，今儿不谈这些啊，你辛苦了啊，跑跑腿的小事有什么可辛苦的呢？院长您里边请啊，我还照顾别人。主人来电话了。主人哎，魏斯理催我了。电话了。喂，我是左等不见人右等不见影的，你可急死我了，你快点。哎呦，马上就到了，你别催了。我去啊。如素不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了，马上到啊！你快去吧，小杨，都等着你了。什么都等我了？是都等你呢。越是这个时候，咱可越不能说，如素。这你一不去，就让叶天锦捡了大便宜。去了又能怎么样啊？只能让秦月，让大家更尴尬。好了，小杨。快去吧，别管我了。出租车，哎，如素，你快走吧，别让人等太久了。快走吧，你放心啊，我会好好的。如素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去玩吧，再见啊。照顾不周啊，慢着。新婚夫妇驾到。新婚夫妇请上座，老秦这儿。来来来，天锦老师。谁是新婚夫妇？我
那不是吗？历史系的秦月和法律系的叶天锦，他们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可是本年度咱学院的特大新闻。秦月和韩露素，两口感情不是很好吗？感情这事儿谁也说不清楚。哎，这可是喜糖啊！来来来，沾着喜。哎，叶老师，你现在是我们历史系的儿媳妇了，今天就别回法律系了，留在历史系与民同乐吧。哎，对对对对了，谁是你们历史系的儿媳妇啊？啊，这你怎么会不认识呢？这两口子本科毕业就留学院了，每天坐班车的时候都坐在一块儿，不太爱说话。就因为这事儿，韩露素调到外语系去了。怪不得，我说今天晚上怎么没有来呢？这平时啊，真看不透。叶天锦的脸皮真厚，生死活拉的把人别人的丈夫给抢过来了，还好意思出双入对的。历史系有儿子儿媳妇儿，那照理说更应该有公公婆婆了。我，老夫可算得是上辈之人，做你的公公，哎，足够了。我刚才从后头过来的时候，看着就像你，还真是。你干嘛去啊？这一人，不是说你们学校今天新年酒会吗？哎，你来，我送你过去。啊，不了，小峰，我那边还有一个约会呢，所以就不去了。嫂子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在学校碰见我哥？不是。小易在那边怎么样啊？乖不乖？啊，小易可乖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要不然你跟我回咱妈那过年去吧，咱妈可想你了。改天吧，小峰，我真的还有一个约会，我得走了。那你要真不去，我可走了，嫂子。哎，新年好。小贝，哪有这首歌啊？有啊，秦月老师就会唱，是不是秦老师？小杨，请秦老师和秦夫人唱一首《甜蜜蜜》。来一个！欢迎秦老师和叶老师来一个对唱，好不好啊？来一个！大家都知道我不会唱歌，真的，我真的。我们不知道。喂，唱一个吧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儿。掌声鼓励！来，掌声鼓励！小薇，你不要闹好不好？不要乐呵了吗？你们也别难为他了，我来吧。你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掌声鼓励。说奶奶说的，你爸说不管用，你问问你爸，换了他，他敢管别的女的叫妈？看我不大嘴巴，我糊涂了。奶奶，我爸他不敢。啊，是。
带什么来了？哎，魔纹世界。别着急，我告诉你啊，过了年好好学习，一定考上一家重点中学。跟你叔争口气。没问题，错不了。妈，哎，今天特别巧，我回来时候碰见嫂子了。哎，他没参加新年酒会啊？那你怎么不把他领家来呢？我说了，他说他另有约了，不跟我来啊。哎呦喂，你说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呀？如素他能有什么约呀？还不是为你哥，他跟那姓叶的倒快活，准是到学校显摆去了，把如素甩在一边，我那可怜的孩子。奶奶，小叶，跟你妈打个电话，叫她回来过年。哦，妈，告诉你，不许管那女的叫嫂子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知道了，妈。奶奶，我妈手机关了，家里也没人接。妮妮今天晚上到姥姥家去住了。嗯。我明天再去把她接回来。行。看书呢。老公，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？有点刺眼，不性感吗？性。我倒想知道，你是想看书呢，还是想看我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玉。哎，我就不信，你还真想当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啊？叶天锦同志。我可对你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啊！好啊，警告我呀！我要看看你打算怎么发落我。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这不惩罚你，看来不行了。方教授吗？我是新来的西密韩如素。通知你一下，明天下午3点的系里面开会。对，好的，再见，方教授。小韩。啊，吴主任啊。怎么样，工作还习惯吗？没什么的。吴主任，你们都太照顾我了。你不要那么客气，咱系缺人。这个细密工作交给你啊，我真是太放心了。不过按你的能力啊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做好，有工作做就是好的。好，那就好。你忙吧，有事你直接找我。谢谢你啊，吴主任。你不要客气，说是一个系的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忙吧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如素，是你吗？妈，是您啊。如素，妈都想死你了。快回家吃顿饺子吧，要不那像过节吗？哎呦，我给你包的茴香馅的，你不是最爱吃吗？这大冬天的呀，这茴香苗可不好买了。要不太老。要不老贵，我好容易挑点嫩的，专门为你留的。你快回来吃，妈。真怕是去不了了，下午还有一个会呢，而且手头还有好多工作没处理呢。下午开会，不耽误你吃饭。饺子马上就包好了，你进门就下锅。保准让你吃热乎的，还不耽误你下午开会。你要是不回来，就不打算认我这个妈了。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媳妇，那妈以后包饺子，我给谁吃？
尽量争取吧。您饺子包好了，可别等我。那哪行啊！我等你啊，妈等你回来一块儿吃。秦月，那这件呢？还行。这个呢？太艳了点吧。哎呀，一会儿又嫌艳，这件挺好的，你又嫌老，你妈怎么那么挑剔呀？哎，那倒不是，哎，我只是觉得，要不咱们今天就别去了，等还完再说吧。干嘛不去啊？大过年的，我不去给他拜年，难道还让他给我拜年啊？对了，我到底穿哪件啊？就穿这件呗。敷衍我。哎，对了，小琴，你妈爱吃什么呀？大葱蘸大酱。你别拼了，我是说给她买点什么好。买5斤大葱呗。你这笨蛋儿子。丑媳妇儿，第一次见婆婆，我有点紧张。不丑啊。我妈是出了名的慈祥，来吧，来。嗯，你这么快呀？哼，如素长飞毛腿了，肯定是小峰这混小子，他都会赶嘴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赶嘴的回来了吧？妈给你开门。妈。你回来干嘛呀？妈，这是小叶，叶天姐。我和小叶来看你来了。妈。妈，您得让我进去，你看。你是我儿子，我能不让你进来？方总，不是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方总，是不是这文件有问题啊？有您就提出来，我这就拿回去改。坐。啊，不用，你就站着就行了。紧张什么呀？严老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他是咱们公司大客户啊。小琴，我听你说过，你哥好像是在什么大学当老师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哥是师范学院的历史系的教授。师范学院，历史系，这么回事儿。这严老板现在不是跟咱们合作这项目吗？对咱们很重要。现在吧，他有一女儿，要考大学，今年，明白吗？您是说，我跟我哥说一下，帮这孩子。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叫你来，这事儿交给你了。行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这小峰啊，老琢磨着多挣点钱，我看他呀，净是瞎折腾。他不像你，打小学习就不好，也就是个高中毕业。你呢？读书上倒是值得努力，如今呢，都教上大学生了，可就是啊，过日子上不如小峰。妈，要是小峰想出去闯闯，也未必是件坏事儿。如果经济上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给谁养的儿子谁操心，不用麻烦你们。妈。我也是您儿子，怎么说得到麻烦不麻烦上？儿子，儿子养大了就不听妈的了。我寡妇失业苦了大半辈子养的儿子，还
还不全给别人养了。妈，您歇会儿，吃个香蕉吧。啊，这点饺子，我和天女一会儿就包完了。你们包那也叫饺子？咧的咧着嘴儿，养的养巴着，一煮全成片汤了。还是我自己包的靠得住。你吃吧。你自己吃吧。别都过分了，那是我给如素买的，待会儿她还回来吃饺子呢。清月，没听见你妈说的话吗？如素真要来？怎么着？你不想让她来啊？这是在我这儿，我想让谁来谁来，不碍谁的事儿。妈，您歇会儿吧，这点饺子我替你包就可以了。如素就爱吃我包的饺子，馅儿大皮儿薄。你包那饺子没馅儿，她肯定不爱吃。我包的我吃，秦月，我饿了，我先煮了。别着急，如素来了再煮。一定是如素来了。等会儿我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咱这节骨眼上凑什么热？都来了，哥。哎，刚回来。啊，你嫂子，这是小叶。哎，你好。哥，让我跟你说点事。求你了，我现在哪还有心思看这些呀？你就别费心了啊！你这看都不看一眼，我这心思不白费了？有合适的为什么不见？你总这样走不出来可不行啊！我挺好的，真的。韩如素老师，我问你，你跟秦月认识多少年了？结婚十几年，加上大学四年。都快二十年了吧，你跟一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，你居然没把他看透。要是再为他流泪，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人要不断的求新求变，有动力才能前进，发展才能巩固。小杨，你哪来的这么多大道理啊？我让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跟小孩似的。可不是嘛，我的韩老师，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。哥，你怎么那么死心啊？不成不成，这原则问题，这忙我不能帮。我们公司客户的女儿要考大学，考就考呗，找什么人呢？哥，这不是叫你放水，就是关照一下，是关照。这关照跟放水有什么区别？你们老板明摆着是调查过才找的你吧？秦月，急什么急啊？有话慢慢说嘛。小凤。你回头把那孩子的资料给我拿过来，我帮你问问啊。天姐，你我打听一下怎么了？万一人孩子成绩好，用不上我们帮忙呢？这就算他成绩不好，如果差得太远的话，咱们想帮也帮不上啊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嫂子，那我回头把资料给您送过去。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啊。都是一家人，谢什么呀？妈。我忙活大半天了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我先回屋了啊。哎，该厚的地儿不厚，该薄的地儿不薄，这没几天呢，饺子皮儿怎么敢都给忘了？我看你还能记着什么？妈，您就别怪秦月了，他平时忙这忙那的，够累的了，哪有时间包饺子呀？要不然我来吧。就让他干，有些东西不该忘的就不能忘。刚学擀皮儿的时候挺好的呀，模样好，薄厚有相应，就照那样往下擀呗，怎么擀着擀着就变样了呢？有什么话你下回再说不行吗？天天第一次当官，下回
下回也许我死了呢。哦，就许你停妻令娶，不许你妈咳嗽一声。第一次登门怎么了？啊，你还想让他再来呀？小峰，小峰，干嘛呢？又干嘛呀？给嫂打个电话，饺子都包好了，他不来这怎么煮啊？哥，打不打？你问谁呢？这家我做主，你妈做主。喂，嫂子。小峰，你等一下啊，妈，你来接。喂，如素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，我真的回不去了。不行，如素，你要是不回来呀，妈可真生气了啊。不行，你到家我才下饺子呢，都包好了，妈专门给你包的。你要是不回来啊，我就不煮了。妈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了，我挂了啊，再见。天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，我忍到现在已经可以了。你要再让我忍下去，我怕我会忍无可忍。秦月，你还是放我走吧。天妮，天妮。妈，这是给您的，希望您喜欢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天姐，天姐，那就不送了。哎，给了也是白给，就算我一跤摔出个黄金运，白捡的。妈，嗯，那你饺子还煮不煮了？煮，如素不来了，她走了，咱娘俩煮着吃。那我去看我哥去啊！你这何必呢？啊，我何必受这份罪啊？妈年纪大了，你去让着她点吧。哥，嫂子，啊，你嫂子不舒服，我先送她回去休息了。不用了，秦月，我自己能走。哎，嫂子，你不碍事吧？不碍事。哎，嫂子，要不然我骑摩托车给你送回去？不用了。你们赶紧回去吃饺子吧，改天到家里吃饭的时候，别忘了把那孩子的资料拿来啊！哎哎，是。要饿死我了！来，快吃吧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怎么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，你就得谢谢如素嫂子。嗯，不为她呀，我不包这饺子。嗯，妈，你这，你何必弄得一家人都不痛快吗？不是，你跟谁说话呢？好啊，你一家人谁跟谁一家人呢？你在外头搞破鞋，对不起如素了，回家你还嘴硬，说都不能说，你还有理了你？妈。差不多就得了啊！你闭嘴，且轮不着你说话呢。求人家办事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我怕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哑巴了？我问你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如素嫁进咱们家这十多年，哪次哪回对不住你？都是咱们老秦家欠人家的，你好啊。说不要就不要了，那是人办的事儿吗？啊，是人办的事儿吗？今天，哎，你好，变本加厉，把那女的带家了，大包小包的，你唬谁呀你？妈，怎么着？说不得，许你办得出来，就别怕别人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一个儿媳妇儿。韩如素，她就是给我钉个扣子，我都是开心的。姓叶的那女的，大包小包买的堆成山，我不稀罕。妈呀，掉脸子给谁瞅啊？妈，
东西是天锦帮着挑的，没错，可是是我送给你的，您要是要，您就留着；您要是不要，您就扔了。我下午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您俩自己多保重。哎，哥，你吃完饭再走啊。妈，吃。雪飘雪落，渐渐远去的青春，沉浮太多爱与恨的传说线。那曾经爱的烈火，碾碎了你，分干了我，两个人的战役，没有谁赢，拼尽了自尊心，对错，这难道就是结果？辗转的夜如何好过？只想对你说。谁把心再攻破？感情的事如何好过？只想对你说。谁把心再攻破？感情的事轻轻绕过，怕谁把心再攻破？感情的事。